底分两通知啊，分到两页已经够少。到底是想借钱的朋友母，我要知影是想你甲我做。我真正唔知影讲，我要安怎害清你这个文静姐。即马哦，是我欠你，所有还袂完，我拢会痛退。你先做啊！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影安迪其实已经有女朋友？你这查某足不用心的，既然能含顺内红，那去夹底。这一切拢是我唔对，这条罪我家己来担。到最后，我跟安迪也是无法度好好相会，我害阿门大姨。咱就来呀！将一个乱放消息的笨手抓出来问啦，看像是无阿朱书记。就是爱家因啊，得上绝路，稳无路通好摕，因才我都做出错误的判断。既然这间会馆会当把消息放出来，咱赶快来把消息给放出去。想要跟我输赢，侯世良，你看有机会。你大哥，你是陈静辉？我真正忍袂住，你嘛知影我对兰花无感情啊！你哪会当讲这种话？伊是你的太太，你哪会当讲这种话伤伊的心啊？若是要讲伤害，最伤害恁两个人是我。二十八年前，陈静辉伊跋落山坎，是我救伊的，是我抢走你的红伞。其实，杨姐，都是你的担心。